去年有位英雄姜浩文主演的电视剧《铁探》一直收视高企，位英雄重凭呢出剧夺得了2019年的视后宝座，成绩咁骄人，唔怪得有人起咗邪念用佢嚟呃人啦。事缘日前电台 DJ 林柏希表示，有一位自称姓耿的男子，俄称是刘德华旗下梦造者娱乐有限公司的职员，用拍摄《铁探》电影版为由问佢借餐厅。就呢件事，今日刘德华旗下嘅梦造者娱乐有限公司就发声明，澄清冇参与《铁探》电影版嘅拍摄，亦都冇委派职员出去借场地，提醒大家唔好受骗，而且公司将会向执法机关投诉同埋追究佢嘅法律责任。